随国公夫人建议臣妾去妙善庵求佛祖指引，陛下的江山有贵人匡扶。贵人，给赵月一个机会，让他为陛下出谋划策，将功赎罪呢。皇帝竟然肯重用一个宇文护麾下的旧人，朕还是忘不了你啊。今夜你别走好吗？你这么做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夏罗，朕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，包括你。五洲制药独孤皇后首播在中视。